所说的那个翩翩少年郎，就是咱们今日签订情缘的男主，也是这天上地下最顶尖的人物，麒麟黄翼，六界战神，出空仙君。不好意思，拿错。出空仙君。咱们这个常年在神坛上的男人，终于决定要下凡了，要投入我等小仙恶的怀抱当中了。还在犹豫什么？还在等待什么？这可是你和出空仙君签订情缘的大好时机，不要等待，就在今日，绝对吃不了亏。我出三十零食，我是零食，出一百，我出一百五，我二百一，我三百。祥云啊祥云，你还真是个小机灵鬼。看这架势，没准儿还能富一些零食，再带红线翁和姐妹们去其他神域转转。够了是吧？我五百。好啊，大家跟我一起恭祝。这回一万零食。加一颗女娲石。怎么，还不够吗？够，当然够了。是公主，从现在起，出空仙君就是您的了。让我们大家一起恭喜英石公主！恭喜公主！